民阵在七一游行的终点中环遮打道举行集会，为占领中环做一次预演。不过不少人因为在游行经历完狂风暴雨之后都没留下，大会安排不同界别的人士上台发言。日头在启德表演完的乐队 Rubber Band 夜晚就去到中环为集会人士打气。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有很有限的，但是加在一起呢，那个力量是你想象不到那么大的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本住自己的良心，为这个我们喜欢的地方香港发声同埋出一分力。Do you hear the people say, singing the songs of land we ran? 最后大会请占领中环的三个发起人发言，他们呼吁市民考虑参加行动。我明年一月就70岁了，你看我最后一步了，要政府埋单结束，我同你和平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相信连坦克车的装甲都可以穿透，我同你和平可以改变我们的制度，可以改变人心。晚会在9点左右结束，之后一班民主倒梁力量的成员在遮打花园进行绝食，另外有大约20名的人民力量成员戴着 Visa 面具围绕着立法会大楼游行。他们在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拎着龙狮旗拍摄大合照之后，示威者随即分成两批，部分人冲向皇后大道中，再到干诺道中，但他们一直拒绝透露下一步的行动。香港天下记者文家豪报道。